家里终于有了点开心的事了。我之前给做主持的那个弟弟，他明天结婚了，刚挂完针回家洗漱了一下，换了一身衣服，现在出发给我弟买东西去。他这两天也比较忙，有的东西没买到，刚好我10点输完液，然后去补点东西，就去我弟家。我老公今天早上7点都已经过去了，他陪着我那个弟弟去女方家了，今天女方那边办喜事。我妈这边亲戚里边的孩子就属我是老大，也是因为每家只有一个孙子，就代表大哥去陪我弟弟去办上门筵席去了。唯一可惜的就是我妈自己妹妹家有喜事，却也参加不了。要是没有这个病该多好，我们一家四口人开开心心的在这里给帮忙着呢。这旭旭这还会照理啥的，那行吧。嗯，给我老少四活。嗯，给老少熬十个。熬十个。嗯，行。好，就这样啊。走啊。嗯。好，东西买好了，现在去我姨家。我们汤圆和默默已经有10来天没有见过我了，回来了就先看一下娃。汤圆。妈妈回来了。妈妈回来了。默默怎么会睡着呢？爸，睡错了。妈妈。妈妈又买的什么？烤红薯。妈妈。给。苏一涵，你这两天想妈妈不？嗯。想得很哦。几天没见妈妈。对呀，好几天都没见了。妈妈今天带你去舅舅家玩啊。舅舅明天结婚呢。啊，娶新娘呢？那吃不吃席？你就心里想着吃席啊？我姨家就离我老公家隔了这一条沟，这是果园村这边的地，那边呢就是动物园的地了。都开席了哦，开席啊，都等你呢，你看。今天又吃一顿，来的刚好嘛，能蹭一顿饭。去给舅舅递灯笼去。孙子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快吗？都3点了。嗯，今天在那边吃的好不好？必须好。走走，进去帮忙吧。我们，你看我们布置的怎么样？还累。二十两个桶布都收你。两个桶布是在哪放的？25号。25号。也有人来你联系你。孙子。啊。姨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。啥任务？让我明天去娶媳妇呢。你行不行？可以，当然行了。明天咱俩一块走啊。啊，明天咱俩一块走，我是放炮的。你放炮的？啊。4点起床。啊。面子还吃吃。姐。啊。走，3点多，咱们一起去做五花肉。3点了。嗯。我来泡澡来吧。先把五花做完再来找。来走吧。啊，你骑车子。走。浪费气吧。都4点了，还不出去做五花，还要叫我给你静静的。我把五花拿到果园村了，在果园村一坐就行了。妈妈，妈妈，爸爸，你在这和他玩，我去做五花哦。哎呦，你还是比哈，咱把你还是兄弟。谢谢。哎呀，发芽很棒。妈妈，你又来了。嗯，好了，走吧。